接传球给空手切入了，何守正何老师，哇，连拿四分，每次都是观众。进球切入的速度上来也讲也跟得上了哦，节奏要慢慢加温起来了。罗伯斯的单打，左手不能放球，换成右手，两分拿到，有三打一的机会，交给了陈旭老爸。可是你可以看到罗新阳打起球来，你可以看高级快攻机会，一杰又回球出来交给了何守正，bingo。身材跟体态也是非常轻盈，所以灌起来的时候也非常有力。对，来做一个吊单杠拉杆的动作，所以可见他当兵的时候，事实上来讲也做了非常好的体能训练啊。他当兵吗？应该没有啊。我觉得灌篮来讲，哇，在上面还是 swing 了一下，对，摇摆了一下。哇，这个扣篮的确把整个台啤的气势也提升上来了。但是要提醒台啤的球员，67-54，三分的领先。林志杰在篮下就有所发挥，稍微有点快了一点点，不过裁判还是认为还是算进哦，因为毕竟来讲这是连续动作。而这是罚球还是罚进，表示他没有心虚啊，有打分。志杰的转身，哇哦，360度的大转身，哇！志杰打的是非常的写意啊，一个转身之后呢，空中小拉杆就拿到这两分。对，这是一个时间差的一个 spin move 啊，就是志杰在右边 Roberts 的后仰式的投篮出手。对，所以在半场组进攻当中，必要更有耐心。交彩，对，林志杰，志杰左边的持球是入角，漂亮的 crossover， 外线的一个跳投，bingo。来讲，他在切入的时候，有别于一般的球员。他切入的时候呢，他其实他会跟对方的防守球员做一个对抗，来买一些犯规。这跟一般球员一昧的只是单单的切入，很容易造成所谓的带球状的。直接突破，够了。